快乐在耳畔啰嗦，青春笑出了酒窝，爱是雨滴化作糖果，一颗颗洒落，阳光流转在眼波，吻着记忆的段落，好多情节舍不得说，我在心中发热，反复重演清风与星月落满天。小时光岁月长长，慢慢脚步慌不忙，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像初见时的晴朗。小时光慢一一芬芳，说话中自在的生长，幸福中楼下等你。我是司徒墨，一名大四生，学的是会计，但想做广告，所以还没有找到工作。我面前的这个人叫傅佩，我的好朋友。你来啦，走吧。我总觉得也许有一天我和他的关系会不只是这样吧，所以我一直在等待那一天，但没想到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还不知道我这运动神经啊。没问题。啊？哦，莫，没事吧？快起来，咱们赶时间嘛。哦，没事吧？
赶时间了。嗯。哎，好了。默默，上车吧，要不来不及了。上车，走了。下一位，张涛。干嘛？网吧开黑，就等你了。我去不了，去不了。上次和咱们游戏组队的那个女孩，你还记得吗？谁呀？就是操作很厉害、声音特好听的那个。哦，就你打不过那个。对对对对，他说要是今天我能赢他三把以上，他就把微信号给我。关我屁事！我打不过啊。想你回来帮我一把。哎，不去不去。你要什么装备我都给你。啊，我说话算话。行吧，那你等等。默默。那个，我给你买条裙子去吧。这么客气啊？那我去了。走走走。下一位，司徒墨。借支笔，笔没油了，拜托了。好。好，不要讲话了，马上准备考试啊！请大家把学生证和准考证拿出来，放在桌面上。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各位好，我是司徒墨，现在在南方大学的会计系读大四，期待能成为贵公司创意部的一名实习生。你是学会计的，那为什么会来面试广告实习生呢？我一直都挺喜欢广告的，高考的时候是家里人让报会计，觉得好找工作，但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我更喜欢广告，也一直在自学广告系的内容。创意类的书籍我也看过不少，比如奥格威的一些作品。我也有一直在旁听广告系的课，老师们都觉得我挺合适的，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一个深入学习的机会。那你有带来学校的创意作品可以参考一下吗？图文类的都可以。有，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做过的一个创意作业，量子力学天才的游戏。这是什么类型的广告啊？对对，游戏广告。
同学，如果你有了解过，我们公司文化首先是尊重，尊重客户，尊重创意。你今天的形象加上你交上来的作品，都让我们觉得你并不是有心来面试我们公司。不如就别浪费彼此的时间吧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呦，顾慧义，你也来参加考试啊？哎，看来这次考试含金量很高嘛。老师，我的证件因为某些原因没带，能不能让我先考试？这个不好办，想进江教授项目的学生太多了。你顾慧义虽然大家都认识，但是那也得有证件嘛。那我现在找其他同学给我送过来，让我先考试，您看可以吗？还有5分钟就要考试了，能送过来吗？不能。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请你出去。好的。哎，你们这帮年轻人，老师觉得你们没有闯劲，没有干劲。你的默默面试完了没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的考试是完了。喂，你的，你的，我的。啊，这位就是我常在宿舍里提起的司徒墨，墨，这次新老校区合并，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。这位就是我们宿舍的学霸小朋友，顾卫义，成绩好了人人喊打，这要不是我罩着，在我们宿舍他也住不下去。进入正题吧。双方互换信物。顾毅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怕我们家默默偷你东西吗？我建议你也看一下。我本来也要看的。奇怪，我昨天刚买的呀。怎么，真少东西了？不至于吧，顾同学应该用不上了。那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卫生棉。啊？我可以解释。算了，当我送你了。我用不到，那你还我啊！拜拜，有需要再找我啊！前二婆，毛二婆，身上的袈裟破。回来啦，这么开心，面试成功啦？没有。那是老校区的那个谁，叫什么来着？傅佩。对，是傅佩跟你表白了吗？也没有。默默，你裙子怎么了？怎么破成这样了？没事，就是今天倒霉了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你们也别担心。我呢，就是骑车摔了，面试被刷了，没别的了。让你面试本专业的职位，你不去。非得挑战跨专业，术业有专攻，你懂不懂啊？再说了，就算让你真的给面上了，
到时候要是真正实习工作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自己比专业出身的人差很多的，到时候从头来过还不如现在。董，你真的很啰嗦，所以你这冲动性格要不得，人还是要有计划的。我是有计划的呀，你看这个就是我的计划书，这还是我大一的时候给你们写的吧。我就说这不像是我会干的事儿啊。所以你完成了吗？梦露，露，妞妞，妞妞，我东西去哪儿了？别演戏啦！我没什么计划，我现在就想结婚，我决定一手毕业证，一手结婚证，我都有目标了。我的游戏情缘即将轰轰烈烈的开始。我现在就想考上公务员，没别的。你看，大家都比你有计划吧？那我毕业前肯定能把这张表完成。嗯，先别说大话了，明天的校招会别再搞砸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专业对口，专业对口，专业对口，知道了吗？知道，知道。哎，默默，你今天进门的时候你开心什么呀？我可以解释。算了，当我送你了。我用不到。那你还我啊。刚刚路上遇到一个人还挺好笑的。哦，咱们公司的人才理念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，我们除了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外呢，还有非常专业的定期培训。咱们公司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好的，你们看啊，公司的大楼，还有公司的办公区域，还有休息区，还有呢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不动了？你赶紧去给学校打个电话，请他们派个懂电脑的人过来啊。知道了。啊，同学们，要不我们来一轮提问环节吧？大家对咱们公司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，就尽管的提问，好吗？吴文义，来的可够快的，赶紧跟我过来。咱们学校现在修电脑了，要穿白大褂吗？这个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你要那么帅吗？怎么了？突然死机了，一动不动呢，现在关机也关不了了。事儿啊，电脑坏了谁负责呀？姐，修电脑的来了。啊？这位是？你不是修电脑的，那快别弄了。晚上好。哎，好了。哇，好了。司徒墨，干嘛？麻烦你帮我拿下右边抽屉里的钥匙。谢谢。钥匙我拿到了，我不会把你跑腿了。挖科和胖子都有事儿，这不离你的实验室近吗？有空请你吃饭啊。行了。
徐老师，昨天的选拔考试你怎么没去啊？出了点意外，没带学生证。江教授这个项目，其他学校学生都打破头想进，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已经发生的事情，除非有补救的方法，不然也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吧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这个项目的人选，江教授有最终的选择权，所以我希望你再争取一下，毕竟关系到咱们班甚至整个物理系的荣誉。你的意思是让我送礼，全给报销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，江教授就想在系里挑选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只是学校非要走这个流程，所以系里的意思是，系里出面，你跟江教授见个面。老师，我不想这样做，这对其他人不公平。郭威同学，你还没有入社会，你不知道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可以变通的。老师，我实验报告要交了，您能先让我安心做实验吗？好。如果送礼，我给你报销，你去不去？就当我开玩笑。老师说的那个，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呀。珊珊，吃饭吗？去大食堂。不去了，我赶着去上考研班，你问他俩吧。是不是？行吧，挂了。默默，回来的时候给我跟虎妞打包盖浇饭，西红柿炒蛋和鱼香肉丝。哎，喂，默默，一起吃饭吗？你有空跟我吃饭呢？我再忙也得吃饭呢。切，那你忙你的吧，我减肥不吃。那你看我吃。我有病吗？你有我。你真的很无聊。惊喜了，意外不？我们吃饭去吧。别碰我！哎，吃饭去吧。想吃什么？随便你，给我钱啊！你看都合并校区两个星期了，我都没好好请你吃顿饭。这样，以后一日三餐，各包。切！我说真的呢，那以前我在老校区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现在我们一个校区了，我以后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怎么了？有个公司明天让我去面试，但是这个地址我没见过，我得查查。我瞧瞧。哦，这儿挺远的，我陪你去吧。算了吧，上次买裙子那种烂借口不想再听到了。我这次保证不会，真的，这地儿我熟，就在老校区附近。行吧，那我去面试了，你还能回老校区看看。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我都帮忙给你看。你好，我想换屏。好，您稍等一下。嗨。嗨。我就要一个屏。但是我们单卖屏和帮您修的价格是一样的。可以。但我想用你们店里的工具换下屏。你会换屏吗？没换过，想试试看。嗯。那好吧。谢谢。手机给我。干嘛呀？我帮你换屏。我不用。我成功了。我祝贺你啊。我帮你给手机屏的钱。我不差钱。
我想修手机。你刚刚不是修了吗？想试试不同机型的。那你在这打工啊？我现在就想修。哎，要不我的。你的也坏了？没有。我真的很想修你那个型号的手机。求我？求你。你慢点啊。哎，你不是这样，你别给我搞坏了。可以啊，两个手机屏的钱都给你转过去了。好，走了。谢谢啊，顾师兄。没想到你对机械这么了解，我机械系大一的，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？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。我不打工。等你太久了，这趟车再不上就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不用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今天要过来面试司徒墨，我临时有非常紧急的状况要处理，能否另约面试时间？行，那再联系吧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
傅佩。我是桂义。你能帮我找一下傅佩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麻烦你帮我告诉他，我现在在学校老校区附近的罗河路公交站。我包被抢了，也没钱坐车，手机也快没电了，麻烦你让他来找我一下，可以吗？还有，麻烦快。阿克，啊，知不知道傅佩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在食堂等你啊。不去了。啊？怎么是你啊？我也不是很想来。傅佩呢？没找到。快上车吧，我让师傅等着了。这是打包车。师傅，麻烦去最近的医院。好的。不用了吧？我建议你先处理一下伤口，看看严不严重再说吧。等等，我来吧。没那么严重。真不用去医院，我建议是去。我回宿舍擦点药就好了。大面积的表皮磨损会造成细菌入侵，细菌入侵就会造成感染。感染最严重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截肢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！师傅，开快点。好嘞。身上还有证件可以挂号吗？都在包里被抢了。先坐这边等我一下吧，我去想办法。好。你在干嘛？你认错人了。上车。上车。可不可以不要坐轮椅啊？感染最严重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摔伤了，摔哪儿了？还有腿。拍片呗，把片子给我看看。骨头没事儿。骨头没事儿，那是韧带。就是擦破点皮儿。擦破点皮，你们借个轮椅，秀恩爱啊？行，受伤了，你坐那儿吧。啊，坐。叫什么名字？郭毅。苏沫。我问受伤那个。司徒沫。哦。好了，伤口处理完了，拿着单子去西药房拿药吧。注意啊，回家伤口别沾水，吃的清淡点。谢谢医生。腿不用了。小姑娘，别不好意思呀，这医院的资源呢，偶尔也是可以用来浪费的啊。爱心专做，浪漫一个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没事，就是擦破点皮。这还没事儿，这都坐轮椅了。真的只是擦破点皮。这次多亏了你啊，回去哥请你吃饭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你先回去吧。默默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去西药房拿药。拿什么药？药单在归义那儿。哦。单子，谢谢。我来吧，阿姨。您知道这个药房怎么走吗？出去前面右拐。前面右拐啊？啊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就那边。为什么我们的频率永远对不上？也许有的期待就不该有。给女朋友买呢？不是，我弄丢了。她喜欢什么牌子的呀？我不记得了。没事，阿姨给你推荐一个。你看这个，你摸摸，这个很舒服的。和别的牌子都不一样。你摸摸，这和其他牌子都不一样。你摸摸，很舒服的。不用了。真的很舒服的。你别走啊，小伙子，你别害羞啊，真的很舒服的。